七岁原妇女，晒名牌，住城堡。这是什么牌子的？哎呀，拉达的，舒淇的。拉达、舒淇、Prada 同 Gucci 系嘛？那你家其实很有钱嘛？还行。还行啊？那你家是住别墅吧？别墅算了，我家就是厨房。你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？我爸爸是当官的，特大官。咁细个就用 iPhone， 果然富贵啊！上个礼拜六，七岁嘅心怡参加北京一个义卖活动，卖嘅全部都系名牌袋同好贵嘅玩具。1000蚊人仔嘅绝版芭比竟然只卖30蚊，几千蚊嘅变形金刚都卖得好平，仲话屋企名牌袋同玩具有成200件啊！条片放上网之后，4日就有59万人睇过。网友即刻封佢做儿童版郭美美，史上最细原妇女。心怡嘅妈妈就澄清，自己嘅丈夫其实系电力公司总经理，一家人住别墅，参加义卖只系想个女知道赚钱唔容易啊。那你觉得你这样说是不是炫富啊？咩？什么叫炫富啊？咁细个又点识分？